他们在奋斗，在丰收。土特产，新风景。财富无处不在，行动成就梦想。欢迎收看致富经。今天呢，我说几样特产美食，大部分的观众肯定都是耳熟能详啊，柳州的螺蛳粉啊，河间的驴肉火烧，武汉的热干面，潼关的肉夹馍，等等等等，这天南海北特产美食，那可以说是数不胜数。以前呢，咱们呢要吃上这么一口正宗地道的美食美味，那您必须得到当地去。但是现在，这个美味多样方便，人们对于美食的更高追求推动着整个产品产业链的发展。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们用他们的聪明才干延伸着产业链，让地方特产迅速出圈，从街边小店变身网红食品，有些还打造出了上亿元的产业规模。咱们现在就先去福州看一下。这种推着小车卖鱼丸的人现在已经很少见了。这是腾生干从七岁开始的美味记忆。当时生活穷啊，都叮个啷叮个啷走街串巷，而且说能够吃到鱼丸就很高的享受了，但是也凭一个五分一毛钱就可以买到鱼丸了。鱼丸，福州传统手工小吃鱼包肉，用鱼肉和土豆淀粉混合，在福州它可以是一日三餐，也可以是一顿点心。一说到鱼丸，我们福州人认为福州鱼丸是我们最正宗的味道，最好吃的鱼丸。今年73岁的腾生干与水产打了一辈子交道，他靠300多元起家，在大海里博财富，养殖紫菜，做鱼类和虾类等水产的出口。2001年，他把目光转向了福州鱼丸。2000年初，我记得很清楚，国家就开始提示出口企业又利用两个资源，两块的市场来发展企业。面对新的市场机遇，很多水产企业想要转型，靠发展深加工赚到更多的附加值。福州鱼丸作为土特产小吃，之前一直都是在当地销售。让鱼丸走出福州，让更多人品尝到正宗鱼丸的鲜美，是腾生干最重要的目标之一。一颗正宗的福州鱼丸，绝对少不了海鳗鱼这个原材料。海鳗鱼，食肉鱼类，常年在大海中顶水逆游，捕捞方式很特别。钓鳗，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，它用的就是我们的沙丁鱼。沙丁鱼这个鱼啊，它特别有腥味，海鳗遇到这个味道啊，所以就上钩了。它这个钓鳗很奇怪哈，就这个大的鱼，特别上钩，容易上钩。小鱼就很不容易上钩，保护了鱼的资源。这天为期一周的鳗钓刚刚结束，渔船回港。这个鱼啊，看鱼好不好就看它的肚子红不红，肚子越红越新鲜，如果肚子颜色变了，那就不新鲜了。福建省连江县有名的水产大县，丰富新鲜的海鳗鱼资源给了腾生干加工好鱼丸的底气。而从传统小吃变成工业化产品，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做到标准化规模生产。当时国内的水产深加工行业刚刚起步，设备技术都没有现成的。福州鱼丸看不到鱼，但鱼肉口感饱满，机器加工起来，怎样保证福州鱼丸外皮的 Q 弹是最大的难题。
从鱼变成鱼丸要经过取肉、打浆、速冻等十来道工序，而其中决定鱼丸口感的打浆问题，藤生干用了一年多的时间都没有解决。所有的产品它最关键的打浆的过程、温度的控制，能够直接影响到它你这个产品的质量好坏。整个物流吧，在一个高速搅拌的时候，它会产生摩擦，就产生热量。鱼肉在这个机器里和土豆淀粉一起高速搅拌成鱼糜，这个过程叫做打浆。而这里面的温度一高，就会直接影响制作出来的鱼丸皮的弹性和口感。这是技术难点，一直困扰着福州鱼丸的工业化生产。经验和技术啊，很难把控，很难把控，尤其是的温度。让人没想到的是，制约着鱼丸加工的行业难题，藤生干竟然用最普通的冰水就解决了。我们这里面有适当的按比例的去添加的冷却冰水，很关键的就是这，它一定要把控到这个技术核心。鱼肉和淀粉开始搅拌后，在合适的时候分几次加入冰水，就能保证鱼糜做成鱼丸后的韧性。这种办法用的是物理方法，不用添加其他成分，成为藤生干的加工秘诀。藤生干自创的冰水冷却法，迅速让福州鱼丸工厂化加工后，口感能够接近手工制作。现在在藤生干的鱼丸生产车间，很多设备和工序都是他为了福州鱼丸能够工厂化、标准化生产而精心设计的。藤生干一直觉得，把土特产做精才能做强。我辛辛苦苦一生就做一件事情，水产养殖加工。这天，2021年中国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开幕。在这个国内著名的渔业博览会上，有来自全国水产行业的300多家企业参展。一个巨无霸火锅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，因为它巨大的体型，回头率爆表。藤生干的这个火锅口径2.8米，高1.7米，分上下两层。如果一起开煮，可以一天煮一吨的鱼丸，够2-3千个人每人尝几个。这为藤生干的鱼丸攒足了人气。其实这不是巨无霸的火锅第一次参加鱼博会了。藤生干带着他参加过上海、青岛等全国各地渔业展会，成为他提高福州鱼丸知名度的利器，吸引了全国各地采购商，让福州鱼丸飘香全国。藤生干继续细分市场，与湖南、湖北的淡水鱼养殖基地合作，利用当地的草鱼加工淡水鱼福州鱼丸。他又根据鱼的用料、鱼肉含量的不同，把福州鱼丸分为十几个细分级别。藤生干推出的系列产品占领了福州鱼丸的高、中和大众市场，但很快他就遭遇到了鱼丸行业发展的瓶颈。鱼丸这类速冻食品一进入夏季就到了淡季，订单量减少1/4，而藤生干想让工厂全年都赚钱，不可能抢房建了1亿多只剩下半年，不能走传统的老路了，传统老路我们没有任何的竞争力，所以我们必须用些创新，啊，那创新的根源就是市场。福州的山山水水再次给了藤生干信心，他下定决心每3个月就要研发出一个新品。位于我国东南沿海的福建省，山海兼具，藤生干想把大山上的一种宝贝和水中的财富结合。这个东西藤生干把它叫做竹荪爆虾滑，是他最得意的创意。因为竹荪可以说是非常好的菌类，久竹不烂，不管怎么蒸怎么煮。第二，虾滑能够配上它，就山海结合吧。
横生干利用大山上的菌类竹荪和水中的鱼虾结合，创新出这样的鱼丸延伸产品。他的工厂冬季生产传统速冻鱼丸类产品，还有新产品，比如竹荪爆虾滑、创意墨鱼企鹅鱼丸等。而其他时间生产季节性没有那么强的烧烤类串串香产品，腾生干的工厂可以最大限度地释放产能，产品不仅成功在国内市场大展拳脚，还出口到美国、韩国等多个国家。人家有自豪感，哎，这个产品是我们中国人做的，不会比你外国市场差，引领着我们国内水产鱼品制品的更新换代嘛。目前腾生干企业带动就业上千人，帮助3500多渔民实现增收，公司年销售额超过3亿元。深加工的发展让一个地方土特产打通了渔业1、2、3产业，推动着全产业链的建设，也让福州鱼丸在世界的水产深加工舞台上大展风采。记者见到叶国润的时候，他正在收养殖户的鸭子。和一般经销商收鸭子不同的是，叶国润收鸭子十分挑剔。这鸭子还是太嫩了一点。太嫩一点。养多少天了？70多天。不行不行，我们鸭子最少要到100天的。叶国润要收的鸭子养殖时间不够100天不行，超过这个天数也不行。这个的话有多长时间了呀？这个有200多天了。太老了。挑剔是叶国润留给养殖户们最大的印象。当地养殖户的商品鸭一般养到60、70天左右就要出栏了。叶国润接连抓了几只鸭，都不符合他的要求。叶国润想要的鸭子必须养到100天。很多次。差一天两天，3、5天他都看得出来。差3、5天才能看出来。没了没了。如果少于100天的鸭子，他基本上不要。如果底鸭了，基本上那种底鸭或者赖底了，那鸭子他不要了，就算送了几只到他厂去，他都把你打回来了。他要求非常严的。在收鸭行里摸爬滚打了30多年的叶国润，早就练出了火眼金睛，只要看一眼就能分辨出鸭子的生长周期。您是通过哪看出来的？对，翅膀毛啊。翅膀毛，你看这个都是血管的毛，你看都是毛，这都是这就嫩管了。你看都是本来是要干管的。就是我们这个羽毛的血管它是嫩的，然后有这个血水。那个干管的连血水都没有，或者说半干管。除了生长周期要养够100天，叶国润要的鸭子还不能太肥，养殖户在鸭子出售前还要控料10天左右，让鸭子减减肥，体重还要达到4斤2两，肥瘦适中。这要出栏的时候要要求我们要控料，因为控料的时候要卖的时候控料的就不会那么肥。吃起来口感就比较好。再说这个十斤一定要到到那个厅数，吃起来就口感就好吃吧。这个母鸭非常好。哇，会打雷哦！这，你看，对啊，你看屁股都翘起来哈。这个管全部都钢管，翅膀毛都交叉的，你看全钢管。这个骨头啊，你根本上摸去啊，你摸不动的。注意，很硬。这硬骨头，简直养了100天的鸭子才会这样子。它有一种那种就是沙哑的声音，啊，嘎嘎嘎，就像唐老鸭一样，嘎嘎嘎的是中年的，那叽叽叽叽是嫩的。就通过声音可以判断。那当然了，你声音你老远都能听得到吧，就是我们最理想的鸭子。哎呦，哇，你看你看还会飞啊，哇，这个才是好鸭子。叶国润收鸭如此严格，为的是要做建瓯当地的一道美食。这就是建瓯板鸭，在当地这是一道很普通的传统美食，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。叶国润却靠着它一年能有3000多万元的销售额，稳居建瓯板鸭行业领头羊的地位。
叶国润是土生土长的福建省建瓯市人。高中毕业后，他就开始与鸭子打上了交道。那时他经营白条鸭，后来白条鸭的市场越来越难做，叶国润想要把白条鸭加工成建瓯板鸭再销售。他的这个想法一提出，身边的亲戚朋友没有一个看好他的，因为在建瓯做板鸭太普通，市场上做建瓯板鸭的小加工厂也很多，叶国润想在这样的市场上分一杯羹实在是太难了。每个人家家户户都会做，不是他这一家会做，做了大家都说他赚不到钱，做这个没什么前途。不过叶国润认定的事情他就一定要做下去。叶国润做过一个市场调查，传统的建瓯板鸭选材要求鸭子养殖时间达到100天，而当时市面上的小加工厂为了节约成本，普遍选用的鸭子养殖时间小于100天。叶国润觉得只要自己严格按照传统工艺来，一定可以做出最具传统风味的建瓯板鸭。它一定要老瘦啊，而且还要就是说我们重量还要标准的，不能太大太小。这几个标准都是我们要求还挺多的，多多多啊。建瓯板鸭呢流传1000多年，这个是非常多的。叶国润找到当地做板鸭的老师傅拜师学艺。老师傅都要打够1-2年才会把秘籍告诉你。里面呢这个皮要像这样，这样挪一下，这样子挪一下，就很好了。叶国润虚心向老师傅请教，3个月的时间就把建瓯板鸭加工技术完全学会了。建瓯板鸭最重要的就是说，它是因为没有烘烤的，就直接烘吹干的，所以说它一定，我们建瓯是竹层，我们用竹子破成面，然后通过把它撑开，我们正常情况下要把它撑成龟状，乌龟的形状。龟儿板啊正讲中，土啊越学几把功，提前摸得不抵空，提到必毛色共通，莫因他流应济功，对平惭愧出松后，真得出平能红酒，恩党快多就上动手，味道人用没有就干有味，味道挑挂细胸吃，很细腻，就感觉会越嚼越香。每年的冬季正是加工板鸭的好时节，他做出来建瓯板鸭后，又在建瓯市区开了卤味店，板鸭再搭配一些鸭脖、鸭锁骨等卤味销售。第一名的2只板鸭水晶雪，第二名1只板鸭，第三名10根我那个氮气那个锁心鸭脖。这一天，叶国润参加了建瓯当地的一个美食节活动，他在展位前举办了一次吃板鸭活动。他准备3份相同重量的半只板鸭，邀请3位市民来吃，按照吃完的先后顺序定名次。这也不错啊，也干净啊，也不错。准备，倒数3个数，3、2、1，几分钟？看一下，现在时间是10分钟，10分03秒。好，哇，第一名10分03秒。由我们这位帅哥胜利，谢谢。慢慢的，叶国润的板鸭在卤味店逐渐打开销路，从一开始的每年加工板鸭几万只，到逐渐增加到10几万只，叶国润的板鸭生意越做越大。2019年，柜台里的一样产品引起了叶国润的注意。好吃。叶国润卤味店里的鸭脖一直都是个配角，搭配着板鸭销售，但时间久了，市民对他家的鸭脖也是赞不绝口。通过长期的在
我们那个展示柜里面销售，大家带出去了就不方便。不方便，有些人就问我叶总，你有没有办法做出能够让我放外面十几二十天的产品？然后我们一直在想，这个只有包装了。卤味店里的产品都是当天卤制、当天销售，所以也就没什么包装，一开始就在柜台里摆着销售。为了方便顾客携带，叶国润用真空包装，但是很快鸭脖的口感就不如以前了。当初是真空包装，真空包装以后我们就通过杀菌，和我们原来的味道就有点不同掉，可能说的话就和我们原来出锅时的味道就跑了非常多，就是味道没有我们当初在现场吃的味道那么好。解决不了产品包装的问题，叶国润想让鸭脖走得更远，只能是天方夜谭。一天在超市里闲逛，当他看到鼓鼓囊囊的蛋黄派，突然有了灵感。超市有一款产品，就像这个蛋黄派，它氮气的蛋黄派，因为我们知道蛋糕正常就两三天，不能保持六个月，那这个东西怎么能保持六个月呢？那我们就在研究它里面的配方，它里面有非常明显的氮气锁芯包装。凭着氮气的保鲜技术，叶国润的鸭脖可以保鲜六个月。这样子包装，首先能够保存180天的原汁原味，这主要的口感好，一个保鲜。为了保持鸭脖条形好看，叶国润在卤制之前用不锈钢条穿在鸭脖中间，这样做出来的鸭脖条形直，方便包装。这个你看啊，用钢筋主要把它固定型，我们是钢筋把它这个鸭脖定型，然后包装的时候好包装，就成为一条直线，就是会立起来。我在售卖的时候也更好看，也不会给人感觉到歪来歪去的。随后，叶国润乘胜追击，在休闲食品上挖掘鸭子的潜力，开发出了更多产品，销往上海、深圳等城市。叶国润用自己的行动，让地方土特产有了新的打开方式，也为建瓯板鸭产业升级解锁了新的思路。土特产新风景五期系列节目到今天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。这五天的时间当中啊，我们领略了山西临沂的盘藻、广东中山的脆肉鲩、新疆福海的大尾羊、福建福州的特色鱼丸等等一大批的土特产。正是看特产看风景，但是这五天的时间又确实太短暂了。我们节目当中啊涉及到的特产放在我们这块土地上，可以说不及万亿。多种多样的土特产承载着各地的风俗特色，更是每一个地区独一无二的金字招牌。把土特产这三个字琢磨透，才能让更多的乡土产品驶上产业振兴的快车道，才能描绘出更加瑰丽、更加壮美的乡村振兴图景。用好乡土资源，做好土字文章，祝福我们这片热土上涌现出更多精彩的土特产故事。好了，各位，今天的致富经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